完美剧本，绝对零死。我刚刚没消到心呐、啊，怎么可能没过？对不对？是因为没消到心。再一次，来洗好洗满，再让你们看一下这个剧本有多么的稳。用这样子洗哈，两个主属猪，两个属性猪哦，这样子，这样一定会有天降。不要照红绿灯转，洗技能哦，洗到秦皇跳。好，秦皇跳了之后，铁扇打开，秦皇点木光木尼可。我刚没开龙科是因为我很有自信，因为我私底下打一定过。只是我之前都是转暗心暗，没有想到是没有消到心这个。然后这边呢，给他打完之后呢，直接空转。因为这一只的话，它是暗属性，不能造成伤害。哪个队伍最好刷？我觉得这队蛮好刷的、啊。然后这边的话哈，光珠把它拼进去，加个龙科，伤害一定够。不开龙科可能打不死。为什么飞影不带武装龙科？因为忘记了。好。接下来这边消除掉你铁扇会被消掉，但是没关系。两回合内带走右边那一只。这边可能一回合就带，这边可能两回合就直接两只都带走。好，带走了之后呢，会不会打太快？这边先攻嘛，对不对？剩下秦皇三回合。好，这边的话呢，开这只右边的这只秦皇，然后点木火木飞影一飞影二，右边秦皇要带那个武装龙科伤害才会够，如果没天降的话。然后在王一的话呢，打几双技能，王二的话直接飞影黑龙波。最简单的打法，好，就这样子，整板消。而且我记得这边好像第一下是不会死的，我记得第一下是不会死的，不然我们试试看好了。我记得第一下是不会死的，哦，不会死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再看秦皇还原版面更稳。好，按心按，然后加这个邪王岩沙黑龙波，绝对打死。黑龙波打了六亿。啊你这边你不会怕的话，再开个那个铁扇，再开个龙科，一定过。好，这是秦皇速刷最稳剧本。秦皇的武装龙科，那个就是一般的魔族武装龙科。秦皇没有专属的武装龙科。